岛美综合报道。自16岁掌心张智霖1991年以歌手身份出道，之后参与多部戏剧演出，帅气外形受封冻龄男神。上月底担任好友赵雪儿红馆演唱会嘉宾，他在台上数落后辈歌手没教养行为，意外引发讨论。张智霖表示，之所以会答应嘉宾邀约，全因赵雪儿是演艺圈少数不会说我从小就听你的歌长大的艺人，他觉得说出这些话的后辈很没教养，我以后都不会当他们的嘉宾，起码我们俩是平起平坐，一样是老皮老肉。一番言论引起众人揣测，不少网友认为张智霖口中所说的没教养后辈是指歌手周柏豪，他去年曾担对方演唱会嘉宾，周柏豪在台上当张智霖面说小时候有看过他主演的电视剧，还直呼剧中角色名，张智霖当时笑称不介意，但对于小时候这一用词相当介意。张智霖有与袁咏仪所结婚多年，是演艺圈中的模范夫妻。白涉自微博张智霖又日前担任赵雪儿左演唱会嘉宾，白涉自微博张智霖左去年曾担任周柏豪右演唱会嘉宾，白涉自微博